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近些年来 SUV 市场异常火热，所以很多的合资车都开始生产 SUV， 就是希望能分得市场的一杯羹。在这里小编介绍几款 SUV， 价格实惠，比途观强太多。第一款雪佛兰探界者，这款车的定位是中型 SUV， 但是这款车不足17万的价格，在中型 SUV 的竞争力还是蛮强的。在外形方面，这款车采用的是雪佛兰最新的设计，外形的设计相当霸气，黑色的外形科技感和动感十足。另外在内饰方面，这款车选用了时下最流行的全覆式中控，此外该款车还配备了大尺寸的中控屏和液晶仪表盘，十分前卫，并且还有全景天窗。至于动力方面，这款车搭载的是 1.5T 的发动机，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50马力，完全够日常需求了。第二款车就是科迪亚克，这款车在外观方面延续了斯柯达家族式设计，前脸进气格栅采用了竖直向下的格子状。此外，该款车还配备了 LED 大灯、自动大灯和电动调节、外后视镜等，使得该款车层次分明，科技感十足。在内饰的设计上，这款车整体采用了棕灰拼接的模式，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。但这款车配备了大尺寸触摸屏，却又让人十分时尚，既有娱乐功能，又可以进行手机互联。在动力上，这款车搭载的是最大功率为183马力的 2.0T 发动机，而该款车的售价为16.88万。以上就是小编介绍的两款车，无论是配置还是颜值都高于途观，有兴趣买车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。